六。上班的时候，我老婆上咱家去了呀。啊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不是非那个。要是我们能
能去年住那个东西的，住那个东西的。侬就想去了，也不要考虑了。侬够。对，应该同意吧？我等于晓得清楚。
害你啊，你是负责哪一块儿，安排什么样的活儿，对吧？可能是吧。准备泡面。
那可以。嗯。